Hello， 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枕边经典。每晚9:30，泥巴和应由的声音陪您一起重温经典。今天晚上我要与您分享到的文章来自莫言，那个抬馒头的人是我父亲。16岁那年，我考上了全县最好的高中。听人说，考上这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。父亲欣喜不已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，将来坐办公室就不用下地种田了。恰巧这时我家在县城的一个亲戚要搬到省城去住，他们想让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房子，还给父亲建议说，在县城养猪是条致富路子，因为县城人多，消费水平也高，肯定比农村卖的价钱好。父亲欣然答应了，一来确实是个好法子，二来在县城还可以顺便照顾一下我。当我在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后，父亲在县城也垒好了猪圈，买来了猪仔。我平时在学校住宿，星期六的时候就去父亲那儿过夜，帮父亲照料一下小猪，好让父亲腾出时间回家去推饲料。猪渐渐长大起来，家里的饲料早已吃了个精光，亲戚送给我们家的饲料也日趋减少。买饲料吧，又拿不出钱来，父亲整日显得忧心忡忡。我也愁在眉上，急在心里，但也一筹莫展。有天我去食堂大饭时，发现许多同学常常扔馒头倒饭菜，我突然想到，把这些东西拾起来喂猪不是挺好吗？我回去跟父亲一说，父亲高兴得直拍大腿，说真是个好主意。第二天他就去抬馒头剩饭，我为自己给父亲解决了一个难题而窃喜不已，却未发现这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。父亲那黑乎乎的头巾，脏兮兮的衣服，粗糙的手，立时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对象。他们把诸如丐帮帮主、黑橡胶等侮辱性的绰号都加在了父亲头上。我是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，我不怕条件艰苦，不怕跌倒疼痛，却害怕别人歧视。好在同学们还都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，我也尽量躲避着父亲。每到他来时，我就离得远远的，但我内心害怕被别人识破和歧视的恐惧却日复一日的剧增。终于有天我对父亲说，爹，你就别去了，甭叫人家知道了会嘲笑我。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。在漆黑的夜里，只有父亲的烟锅一红一红的，良久父亲才说，我去还是去吧，不和你打招呼就是了，这些日子正是猪长膘的时候，不能断了粮的。我的泪就落了下来。对不起了父亲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可你偏偏是在学校里拾馒头，我怕被别人看不起呀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父亲继续拾他的馒头，我默默地读书，相安无事。我常常看见父亲对着张贴成绩的布告栏发呆，好在我的成绩名列前茅，可以宽慰父亲的，我想。1996年的冬天，我期末的考试成绩排在了年级前三名，而且还发表了许多文章，一下子名声鹊起。班里要开家长会，老师说，让你父亲来一趟。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。我不知道别人知道那抬馒头人就是我父亲的时候会怎样嘲笑我。
伴着满天风雪回到家，我对父亲说：“爹，你就别去了。”我对老师说：“你有病。”父亲的脸色很难看，但终究没说什么。第二天，我携着风雪冲到了学校。家长会开始了，鼓掌声和欢笑声不断，我却一直恹恹呆呆，心里冰凉的厉害。父亲啊，你为何偏偏是一个农民，偏偏在我们学校拾馒头呢？我无心听老师和家长谈话，随意将目光投向窗外。天哪，父亲，我抬馒头的父亲正站在教室外面，一丝不苟地聆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。他的黑棉袄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，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。我冲出教室，将父亲拉进来，对老师说：“这是我爹。”掌声一下子如潮雷动。回去的路上，父亲仍挑着他捡来的两桶馒头和饭菜。父亲说：“你其实没有必要自卑，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，男子汉只要努力，别人有的，咱们自己也会有。”以后同学们再也没有取笑过父亲，而且都自觉地将剩饭菜倒进父亲的大铁桶里。1997年的金秋九月，父亲送我来省城读大学。我们乡下人的打扮在绚丽缤纷的校园里显得那么扎眼，但我却心静如水，没有一丝怕被人嘲笑的忧虑。我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歧视总是难免的，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。正如父亲说的那样，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，男子汉只要努力，别人有的，咱们自己也会有。好了，今晚的文章分享就是这样了。父爱如山，静默而伟岸。向伟大的父亲说一声，你辛苦了。今晚就是这样了，祝你好梦，晚安。善良的人是最淳朴的人，最勤劳的人也是最辛苦的人，总是在自己的一片蓝天下耕耘自己的那一分田，总是任由那汗水把这一片土地无休止地浇灌，总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儿子的生命里面，总是抚摸着儿子的笑脸说，孩子好好把握你的今天。我是农民的儿子，农民的儿子，我心里很窝火，心里很窝，为什么我身上穿的衣服总是比城里孩子的破。我是农民，我真的很窝火，为什么我得到的总是没有城里的孩子多。在多年以后的某一天，我厌倦了四处奔波，我开始相信父母说过的话可能都是真的，我回到了我的家乡，看见他们老的脸，在那满脸的皱纹里面，那笑容依然灿烂。当他伸出了
双手想拥抱我的时候，在这一刹那我发现他的双手长满了烙印。我是农民的儿子，我应该很快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深深爱着我。我是农民的儿子，我真的我应该很快乐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深深爱着我。我是农民的儿子，我真的很快乐，只要你们能健健康康的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最善良的人是最淳朴的人，最辛苦的人，他就是所有做农民的父母亲。